这位好心的大爷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哎，有了。谢谢谢谢。喂喂喂，这位美女，别走啊！这本《天外飞仙》是无价之宝，我看与你有缘，就送给你了。天外飞仙。什么秘籍啊？就是天外飞仙，皇上。那你练了没有呢？练了一点啊。你马上练给我看看呢。哦，这招就是天外飞仙。